下一个好像是米妮耶。哦，真的哎。哎，就是这台车，你们看到我在点这台车，我比较喜欢它。我还差一胜，是不是？我们差一场胜利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三个钻石。我现在比较记得清楚比赛是我什么比赛啊？好的，米妮对米妮。小时候比较欢乐。哎，不是哦，我是对，我好像还没幼稚园我就有记忆力了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幼稚园老师整天叫我带作业回家，啊，后来明明那个作业被同学给弄坏了，然后我解释了，老师也不听。啊，再来就是我，因为国小幼稚园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上课的时候盖印章。就拿自己的印章，然后盖在自己的那个格子内。啊，后来我国小，我记得那原来那时候我就被霸凌，我应该是没有发现啊。我那时候就是我的橡皮印章的那个橡皮全部被撕掉，所以只剩下一块木头在那边。然后老师就打电话跟我家人说，我的丰功伟业这样子。然后我解释了，我家人也不听。然后后来老师就说："你们就叫我爸妈这边自己想办法，要么就是做一个新的，要么是教我写字。"啊，后来他们的做法是教我写字，所以我在读中班的，诶，中班还大班，诶，对，大班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，自己的名字跟自己的身份证我都会写会背了，夸张吧？哎呦！原来我小时候就被霸凌啦，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个是霸凌欸。我想说，为什么同学都要这样欺负我？啊，主要是我那时候，感谢新订阅。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我原本是读，原本没有读中，没有读什么，后来是莫名其妙转到大班去。然后就开始被霸凌，新同学就这样被欺负。我还以为转学生都是比较受欢迎的，没想到我的转学生涯这么可怜。感谢续订哦，好，我的平板。一点都不烫呢，怎么会这样？玩多久了、啊？还不烫诶、欸。改这只。像黄色那台车啊，它玩到后面很长，可以就是只剩下一两只同一种类型的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回刷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黄色那一只，就是可以有办法玩到后面，常常变成只剩它，这样像场上只剩小飞象一个，就可以左右一直滑，超猛。而且它所那个小飞象在的位置又刚好是在最上面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滑得很开心。没有啊，我是比较像突然是插班吧，我就是中班读一读，读到莫名其妙被叫去念大班，后来就被欺负了。而且我真的印象最深刻是，我根本就没有课本这个东西，然后我真的觉得是被同学抢，幼稚园就开始在抢，就有人在抢别人的那个诶作业本诶。拼了！
我想撞上面那个。我都是霸凌学生，你都霸凌转学生，不要啊！不要随随便便霸凌人啊！为什么是打在那个中间？偏左边一点或偏右边一点不好吗？我只记得我你，好好哦，我以前就有在说要写作业。好，我们去赚一下钻石吧，不然明天没得抽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有钻石呢？钻石嘞？没有钻石？咦？好啦，不然我们来打关卡吧，不然没钻石了。啊！我用错角色。哦。看，又是这种机车关卡，看就讨厌，讨厌。这样吧，你不觉得这是演，这很像沙漠那一关吗？再来就是飞机抗爆哦。我累积呀，妈啊，这样子，到了，哦，这个爆炸泡泡怎么生在这个位置？这里，再来，这里，拜托，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啊、哦，觉得过不去欸，过不了关喽。我过不了关都会自暴自弃欸。是超惨，不适合米妮呀、啊，这一关。完全没有泡泡用啊！啊，等下换麦昆吧。米妮杀手这一关，好恐怖哦！啊，知道大概知道这一关可以用谁了。狐狸女，哇，是因为她眼睛细细，脸尖尖吗？这样好坏哦。试试看这只好了。破冰的角色，我问一下，我真的没用过，那种中间消掉的可以破冰吗？Nice。
哦，白痴哦，我在，我又浪费一次机会了啦。哎、欸，过分了哦！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！各位观众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出现了，就这个，走出去！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有啦，看看聊天室的内容，难得大凡会那个会霸凌人，一直看到哎、欸。讲要怎么凑啊？我的天啊，我的天！离，太小。嗯，怎么是这样挤？你、欸、过分呢、欸！完蛋啦！完蛋啦！好啦，良心啦，随便的啦，随意啦，你开心我随意。啊！哦，你是被霸凌，我看错了是不是？哦哦哦，是你被霸凌，我想说你总是霸凌别人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啊！哎、欸，给个彩球啊！而且你是吃了优越的口水，怎么这样讲自己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真的发现我常常在开台的时候，一大堆明明平时不会敲我的人都喜欢在我开台的时候敲啊？这我塞得进去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哇，会塞哦。然后这个过来这边，啊，鳄鱼下去。然后这个过来这，哎、欸，我没事。这里过来这边，然后下去，再来是鳄鱼，这里过来，我忘记换角色了啊！其实贝尔真的有点难玩哎、欸。哇，忘记换角色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字幕字幕画面变非常大，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我是在玩哪款游戏了，在玩旧版的还是玩新版的？哒哒。
鹦鹉，对。怎么在那么远，而且打不到？妈呀！拜托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因为贝尔的技能是随机两个爆炸泡泡会爆炸，所以我想说靠这个来打，可是他的技能太难开了。我是一个生长在乡下的小孩，到现在都没遇过霸凌事件，不会奇怪啊，没遇过才好啊。你是说你从来没看过人家被霸凌，或是你霸凌别人这样子吗？这样不会奇怪啊，这样你反而比较幸福啊。哦，对啊，我真的要讲说，你搞不好被霸凌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是最萌的。你搞不好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啊，你不觉得是霸凌啊？有没有？可能人家我在干嘛啦？哦哟，顾聊天。可不好，你觉得你被人家甩巴掌你很开心啊，或是你被女生或是男生拿鞋子踩在脚底下你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就像我有个干爹啊，他整天一直找我，一直想要被我骂。骂到真是懒得骂他了。那个阿。